可以博头修正。所以所以现在现在要博头修正啊？啊，做蛋白现在要博头修正。两。所以你们是一月一号之后还是会在这里？一样都一样，只是说他们我们位置拖好了。我们一月一号开始换位置，我们是可以经营的，不是不行。不是到一月一号不能卖，是一月一号我们开始重换位置。重换位置，哎，你们知道换去哪里？啊？你们知道要换去哪里？我们刚好凑到这里，一样这个位置。然后你们没有动？没有。59还是一样？刚好凑到自己的位置，不用换。自己的位置，哎，这样好啊。当客人比较不影响。希望这样子而已，这样。所以其他人有些有换，好了，好。所以你们，所以你们现在是自主管理委员会在接手吗？接手在管理这边的，不是渔会，就已经不是渔会了，这样。现在是那个政府在管理，也是政府，还是政府在管理？对，县政府。对。哦。所以那这样就还是对消费者来说还是维持现况，没有动，没有变，对不对？没有变。对啊。就是位置可能就是可能是。大家有点调整。在调整位置而已。这个之前一样啦，没有说不能卖的，现在没有说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协调好。是没有协调好。对，现在都弄好了。所以那时候新闻说。说你们强占这个区域，然后强制摆摊是？不是这样子，他们车上的看那个上面摊位，是他们设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上面的号码，是他们车给我的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盖过卖的呢。哦，这是他们做的。他们盖的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我哪有那个牌子啊？所以这都是。这都是政府盖给我们。那时候是渔会还是县政府？那什么说渔会？那个时候是县政府弄的，然后是渔会来管。现在不弄，然后渔会。后来渔会就没有再管了。哦，可是你们不是有缴会，缴我看你们有缴那个清洁费啊，水费、啊。我们有缴水费、清洁费。对啊。后来渔会没有来收，他没有来，他没有发单。他没有收。没有，他们发单我们都有去缴啊，只是他们没有管，没有在发单呐、啊。哦。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在管理啦，然后来他们就是完蛋。我就后来惯例，你看我就是有一些条理里面没有合理，我们提意见这样子，没有协调好。这是你们委员会的成员觉得这个管理条约是有问题的。后来有在说好了，都有修整。喂，哎嘿，你说。但我看新闻不是说渔会退出这边的自治管理，对对对，我们那边会那个摊贩自主的渔管所，我们自治会在。感觉好像比较好，是吗？对，然后比较，反正我们是自治会里面的条件讲好，我们配合，然后大家这样子就好了。所以你们摊贩都会参与那个委员会吗？是不是都有啊，都有。他都有一台机，所以状况没有变。对，没有变，没有变。因为抓包的。最大的是1.5了，再来大概1公斤左右。对，大家。不用紧张，还是可以来大溪渔港消费，因为状况对消费者来说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在码头卖了一些黄瓜。那当初他们说是，他们谈一台就要1000的呢。旧的管理委员会是有一些管理章程，没有注意，然后他们其实定期都在缴费、缴纳水费跟管理费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并没有像新闻说的那样子，这、就是实地的状况。我不会，你还有我，你哪个新闻我先讲，我先讲。阿文啊，其实大家不用问。所以新闻报的真的是真真假假。你们有在做宅配接单是不是？阿文啊，老婆要卖到黑的，先就买阿姨宅配。我才三百尔，你看我小黄哥4.2公斤，差不多贵。一早就很忙。这个安哥4.2啦，安哥4.2好白，我两个只不过才四公4.1，哎，我那只是老哈。然后白带鱼一条大概多少？1.6。他们正在做生意。1.6公斤。
那所以林芝庙县长发出的那个公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之前就是那些条例都还没有讲好的时候啦。哦，那他就用旧的条例来发公告的。哦。但对消费者来说没有差，还是一样，对。现在都一样。对啊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OK。棒。所以。好。大家会挑什么鱼吗？马家鱼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嗯。所以没有预期，就是。这是酱料。这是早上的大溪渔港，这是在宜兰的大溪渔港，不是在桃园。桃园也有大溪港，但是那是在山上的，以前在运木材的大溪。拿什么吗？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正常来这里消费、逛市场，然后一样可以买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没有说他们现在已经成立自主管理委员会，他们已经成立自主管理委员会。说你们成立的那个叫自主管理委员会，啊不到底啥，林大哥，你问的议会总干事，议会总干事，啊这是议会在管，啊，这是议会在管吗？我来知，你也知，上网爬文好啊，上网爬文，这样啦，讲到的是无人他讲什么管，讲到钱，啊，恁家家己唔家己管，算家己管噶唔是？自主管理噶唔是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所以看县政府迄边啊。县政府协助单位伊啊，袂使做啥？啊，渔会嘞。渔会就讲。好来。你都变味，头声古装干事干啥乱走啊？哈哈哈。桃城区总干事，桃城议会啊，哦，桃城议会在弄的，对啊。我甲文要做啥？你万袂准，稳定袂准，重点是大家当赶快会当来买鱼啊，那就好啊。对啊。大家当来买。这本来就是一当来买鱼的所在，这本来就是，这无可能会收的。对啊，所以重点是这個。重点不一定是有可能他来这买鱼啊，哪有可能这来收钱？啊，伊迄阵新闻，大家拢在讲。啊，新闻，你要听新闻的，嘴会听的，恁遐够使做评价啦。都唔对啊，大家看到拢新闻啊。我既然若要听，因为要听新闻嘛是无差、啊。对啦。哈哈哈！我无迄个信仰，你也敢听无事？外人急性算袂歹。袂啦，赶快你当过生活就好啊，对。啊，影响来影响着恁袂当买，毋是影响佫大。买车有哪可能会影响？我哩即卖人是拢头壳底屎。我哩用车到鱼港，袂使买鱼，袂使买鱼啊，尔迄叫做鱼港。妈、啊，你鱼在东湖渔村有鱼摕啊，尔迄博甲遐大片，毋拢保袂起。对哦，是。民众爱家己有判断能力啊，你。什么我也该听，什么不该听，安尼就无大啊，迄就是表示，只迄就是表示老成的老。因为新闻嘛，佫有报讲甚物，恁以后存起来爱经过渔会，该当恁该当卖。你听听就好啊啦，你当作是啥？我社会有败路嘛，你听听我，你莫听伊传言啦。无咖啡，平常你啊开水也有问。好，无问题。反正同款，大家同款，咱来买就对啊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无影响。OK。好，
进来了。对消费者来说，大家可以忽略之前的那些新闻，因为你们的权益还是一样的。Thank you.